40年，原本寄厚望于老二，可惜世子在位70年，他所作所为并未达到本王的期望。儿子确实有才能，但心机太深，所想的都是一己之私，不可托付。没有你，老三，父亲，本王观察你多时，情义也有，能力也有，手腕也有，魄力也有，所以这个安王爵位由你来做，才能做得安稳。本王的遗志也只有你才可以传承。何连熙，儿子在。本王要你对天发誓，从现在开始，本王所说的话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。苍天在上，贺连信必严守秘密，如为誓言。落青年，拿落青年来发誓。如为誓言，贺连信与洛青莲此生不得相守，一个人孤独而终。贺将军，你到曲梁之后务必心无旁骛，不遗余力壮大曲梁。君上，臣哪都不去，丞相竟然挟持君上卷掉忠臣，那臣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留在君上身边保护君上。大幕已是丞相的天下，唯有远离才有生机。我一时忍辱不要紧，待你富可敌国，兵强马壮之日，必能杀回都城，铲除奸佞。君上，君上，丞相的人追过来了，快走，绝不能让丞相的人知道我们在密会，否则大计难成。记住，曲梁的壮大便是大幕的希望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日日在这里等你回来，此乃我贴身之物，希望此玉佩能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君上，再不走就要被发现了。走，快走。君上，君上万万保重，待臣归来为君一战。父亲这几十年殚精竭虑壮大曲梁，原来是为了重返京城，秦王救驾。可惜本王在曲梁风生水起，但丞相在京城之壮大也是一日千里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本王身子不济了，以后无法再领政务，等本王替你们择了一位印主，从今而后你们必得好生扶持，不得伸出耳身。儿子，儿子，谨遵父亲之命。本王走后有三子贺连信袭安王爵位。
儿子必全力扶持新君主。陪你了，嗯，狄夫人方氏接赏，赐狄夫人方怀蕊，王妃吉福。难怪王爷最后才赏夫人，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。谢王爷恩典。烧出了莲花的形状，莲花，刚才吉福被烧之时，妾身还以为是先王显灵，亲自为王爷挑选王妃人选，直到妾身在莲微居发现此物。此物叫眷鱼母，是一种防火的石灰。眷鱼母只藏在府内的仓库里，刚才让人涂在吉符上面，不久仓库就着火了。妾身想尽办法想为莲妹妹脱罪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这一切只是巧合。莲妹妹，难道这王妃之位对于你如此重要吗？竟然会让你乱了分寸，要潜进仓库偷取眷鱼母还有白鳞，可能你心有不安，否则不会在慌乱之中不小心碰到装白鳞的水瓶。你肯定没想到你离开不久，白鳞离水而染，给曲梁造成大祸。王爷，其实没有。王爷，若想避免此次纷争，还请王爷将莲夫人送往刺客儿，给刺客儿大汗一个交代。王爷，夫人只是猜测，未经查实，怎能定罪？而且把人送往刺客儿，必是死路一条。王爷三思啊。王爷，刺客儿与我曲梁仅一墨之隔，多年来素无兵戈，王爷不会因为吝惜莲夫人，置彼此之交于不顾吧？